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漂亮的这台双缸咖啡车是哪一台呢？就是 Suzuki 的 SV650X。 哇，那车主把它改得非常漂亮，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菱形格的坐垫。好，这台车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影片中，它安装的是 HearTag 快跑，我都帮我们广告好了。好， OK， 谢谢我们的车主了哈。好，那这台车的这个刀把很舒服，然后呢配合它的坐垫呢，你不会觉得说它很低趴。 OK， 上来。看这台车有没有连挡滑离啊？那因为宝哥在做这个含油门退档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它的后轮它会有反应，它后轮会有微微的撇一下的反应，所以我要来查一下下，看看这台车有没有原厂的滑离哦。那它的骑姿是非常舒服的，我觉得就是有既有这个战斗感，但是呢又不至于让你太劳累，这个它的骑乘三角啊非常棒。好，进来做一个回转。那快排操作起来的顿挫感不是很大，所以都在可接受的范围。
它的补油退档呢也一样可以非常正常的操作。换油档差不多是在3500转左右的换，等4000转进行换挡，还 OK 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铃木的650哈咖啡车，哇，这个骑起来真的蛮过瘾的，开车不错，喜欢 OK。 那测试也很成功，那谢谢大家咯，拜拜。